拒絕盲目跟從，堅持聖經公義。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教頻道，門徒頻道。現在看到戰況非常激烈，現在是非常激烈的。死差佬走過來，人踩人 MCI 來的Sir，知不知道什麼東西叫 MCI 啊？變態啊！你有沒有人性這麼慘？有冇 first 啊？中咗胡椒喷雾？有冇 first 啊？我中咗胡椒喷雾啊！有冇 first 啊？我中咗胡椒喷雾。多谢。乜叫媒体媒体啊？我网媒嚟噶。又系网媒？啊！打我打你啊！边度网媒嚟噶？基督教网媒。基督教啊！香港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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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盲目跟从，坚持圣经公义。这个是激进改革派基督徒节目门徒公义，主持 Harvey、 Eric、 Larry。 好，欢迎大家收听门徒公义，我是 Harvey。 我是 Eric。 没错，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要赞好、订阅、分享和课金啦。啊，我们好像很久没有拍档了。是的。今天呢其实有两个题目要讲讲的，包括在上个礼拜呢扬威海外啊，这个真是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啊。嗯。就是著名的基督徒导演周冠威啊。是。以及呢今集我们会再继续讲这个崇洋八川。那我们先讲啊周冠威导演先啦。怎样扬威这个康城影展啦。好啊。時代革命紀錄片，咁喺呢一個月嘅16號咧，就喺康城嘅電影節咧就首映喎。嗯，咁啊大家聽到呢四個字時代革命，咁啊知香港應該可能冇機會上映㗎啦。一定啦。啊，咁啊香港紀錄片咧再一次咧就揚威國際，而且登上咗世界最重要嘅呢一個電影節，就係呢個康城電影節啦。係啦。咁呢部戲咧好得意喎。所有工作團隊裏面咧，就得一個真實名字，就係、是、呢、這個周冠威啦。周冠威，其他都係保密冇披露 call 嘅。係，好少戲係咁樣啊，係嘛？我諗冇啊，係我諗唔到有其他戲係咁樣啦。周冠威係邊個咧？好沉迷睇戲嘅人可能知啦，但係一般基督徒又未必知喎。基督徒知。知咩？知，因為當年拍呢個十年噶嘛，十年嘅投資者就係阿蔡元文個仔嚟噶嘛。冇錯，但係當時個焦點就喺蔡元文個仔度，係，所以冇好多人去講到阿周冠威嘅基督徒角色。哦，講真，我都唔知喎，我真係唔知喎。咪係咯，係啊，直到佢而家上咗康城，我先知啫喎。好啦，咁你講出少少啦，咁其實講周冠威未必人人識啦嚇，但係如果我哋講十年就一定識啦嚇。一定啦。咁講幻愛咧，咁啊更加都知啦。周冠威就係呢一個十年呢一套電影，十年咧，自焚者係啦，就係由五個故事構成。咁自焚者嘅導演就係呢一個周冠威啦。咁幻愛咧喺香港個票房咧係去到1525萬嘅，佢係2020年十大最賣座電影之一。好啦，咁不過最重要我哋想講嘅就係阿周冠威其實係一位虔誠嘅基督徒。佢講我先知啊，真係。係啦，佢接受呢一個獨立媒體嘅訪問講咗好多啦。咁另外咧，佢接受一個刊物啦，刊物啦，係啦，中國神學研究院嘅刊物 CGST Magazine。係啦，即係啱啱換咗新院長嗰間中國神學研究院啊。係啦，周冠威就提及咧，當年佢拍攝《十年自焚者》之後咧，好多朋友叫佢喂，你好要走咯喎，個環境唔對路喎。咁但係佢話基督信仰令佢決定要留落嚟。周冠威咧，亦都原來曾經同佢太太咧去到呢一個非洲短宣嘅。咁當佢喺呢一個獨立媒體嗰篇訪問裏面咧，咁佢係提到咧就係佢刪剪咗自焚者嘅一句對白：入教會就係為咗上街。咁啊，佢覺得非常之惋惜嘅，因為佢認為咧信仰咧唔可以淨係講，信仰係要行出嚟噶。咦，但等等先，入教會就是為了上街，這句會不會比較好像不像現在香港的情況啊？沒錯，他覺得太宣教，太宣教，所以就刪了。哦，他是這樣而刪了。所以他現在是
後悔呢件事嘅。我真係希望佢冇刪呢句啊，反而點解？如果就咁播出嚟，我真係想睇下教會有咩反應啊嘛。哦，咁冇辦法啦，可能要睇翻個遲啲整個叫 director cut 咁樣，會唔會就有翻呢？冇機會啦 ，Netflix 都下架啦，真係。周冠威呢個基督徒揚威海外啦，咁但係咧基督教咧就冇點樣去大肆宣揚呢一件事喎，咁同基督教咧中意借呢一個名人效應咧就好似有少少唔同喎，咁我自己查過咧喺基督教刊物裏面咧。似乎是比較全面一啲嘅，就係呢一個中國神學院嘅呢個 CGST Magazine 先至有刊登佢嘅訪問喎。但呢篇訪問係喺佢康城之前噶嘛，係咪啊？冇錯嘅，唔係康城之後啊嘛。係啦，爭好遠啊！呢、這個就我爭好遠，爭好遠。點解咧？我而家係擔心中國神學研究院啊，會將成篇訪問下架添啊！咁大件事？喂，大佬，你訪問咗個可能觸犯咗國安法嘅導演喎、啊，我希望你言錯啦我同你打賭都得啊，講真。好、我同你打賭一餐飯啊。冇問題啊。基督教好中意咧，即係用啲名人做宣傳噶嘛。係哦。就算好似前嗰排阿夏慧 B B 王夏慧咁樣，明明都講到明，我身係黃大仙嘅人，死係黃大仙嘅鬼。係。但嗰啲影音視團啊，或者創世電視咧，都猛咁捧佢啊，去招來啲非信徒等等咁樣噶嘛。係啊，咁阿林以樂博士就最中意揾一啲明星疑似明星噶啦。咁跟住另外呢、這個播道會嗰啲就死捉住啊鄭秀文嗰啲咁樣噶啦，喂，甚至乎幾年之前啊，阿陳振聰啊，龚如心嗰個風水師啊，後嚟出咗監改送基督啊，係呢啲咁嘅創世電視啊、天使心啊，都猛咁去捧佢，話啊，你睇佢，哇，改送基督啊，新造嘅人啦、啊，等等咁樣啦、啊。咁甚至乎梁美芬都係好嘅基督徒啦，何君瑤都係好嘅基督徒啦，係嘛？係啊，陳茂波啊，當然係啦，呢個真係。喂，但今次你睇，哇，有一個真係咁好嘅基督徒，阿周冠威。佢公開即係喺一啲嘅傳媒嗰度去見證上帝，就算喺一啲即係大眾嘅媒體訪問佢時候，即係講到佢點解到而家仲留喺香港啊，即係佢都會去分享翻主耶穌啊，即係去承認自己係一個嘅基督徒咁樣啦、嗯。其實呢個一個最好嘅福音故事嚟喎，佢、嗯、本身就係一個好嘅主角嚟啦，話俾人聽，即係佢有呢份嘅勇氣咯。系咯，佢點解有份勇氣唔驚啊？就係、是、憑住耶穌基督俾佢嘅勇氣啊嘛。係，通常有啲使徒實係咁樣寫噶嘛。係，冇錯。我教埋佢點寫都得啊。佢、啊、拍咗部戲，歷盡艱辛、嗯，幾乎冒咗個生命危險啦，仲危險過去非洲宣教。嗯、但最尾終於咧能夠揚威呢個康城啦，喺、嗯、國際嘅舞台裏面去見證呢一個耶穌基督。所以佢唔能夠親自去到現場裏面等等，哇！呢、這個根本一個非常之好嘅電影題材嚟啦，已經我就唔明白點解影音視團啊，或者嗰啲咩天使身等等教會唔揾佢做見證啊，或者請佢講台咁樣啦。即係你見到就呢個就係今時今日香港教會最主要嗰個嘅問題喺度，驚死啊！照政治正確啊，唔想瀨屎上身啊！甚至要同阿周冠威割席咁樣啦，割席咁緊要啊！過去一個禮拜裏面有邊間教會曾經係講過周冠威啫？喺個講壇上面一定冇啦。甚至頭先我哋提過啊，教內嗰啲媒體啊，有冇啊？冇啦，因為大家都驚啊嘛。你成日話，誒、哎，我哋要傳福音，無論得時不得時，無論咩不擇手段啦，總之有人信主耶穌就好啦。講到，就算用幾千萬搞個主愛臨香港，都話係值得嘅。總之有人信主耶穌就得咁樣啦。嗱、你如果揾周冠威而家搞個報道會，肯定好多人即刻會出席嘅。我夠膽講，我都相信係啊。但有冇香港教會夠膽搞啊？就一定冇。賭幾多都得啊！呢壇嘢真係呢個唔敢同佢賭啊！唉，所以呢單嘢最尾我係唔識得點樣評啦，只能夠覺得香港教會係冇得救嘅。講完周冠威導演之後咧，我哋就講《信仰百川》啦、嗯。其實上集咧我哋都講過啦，當時我總結點解《信仰百川》會走向衰亡咧，最主要嘅原因就係佢哋嘅創辦人張國棟博士。唔熟悉，亦都唔尊重呢個傳媒嘅運作啦。
但個節目上個禮拜出咗街之後咧，我先睇到喺《宋約八村》有兩篇嘅文章，分別係阿張國棟自己寫嘅，同埋最近咧佢哋力捧咗一個澳洲嘅牧者拍嘅一段影片。我睇完之後咧，我要再重新調整翻我嗰個嘅講法。我話張國棟佢唔熟悉、唔尊重傳媒嘅運作，以致《宋約八村》失敗咧，呢個係次要嘅原因嘅啫。次要是次要的啫，咁即系今日会讲首要，冇错啦。嗯，首要的其实就是宋約八村自己本身变咗，是完全变咗质，呢、這个先是佢走向衰败最主要嗰个嘅原因咁样咯。嗯，嗱，咁我逐个逐个讲啦、啊。先由咧头先提过嗰个澳洲牧师讲起啦。咁呢個澳洲嘅牧師咧就叫做邝伟志，佢係幾年之前由香港去咗澳洲牧會咁樣啦。話說咧，呢、這個月頭咧，阿黎明咪開演唱會嘅，係啊，嗯。咁 Full Church 咧，即係我哋經常提及嗰個陳偉安啊，嗰間 Full Church 咧、嗯，就將黎明一啲經典嘅金句啊，就 cross over 咗一啲我哋熟悉嘅聖經古仔、嗯，就製作咗八張嘅黎明金句卡啦，八張黎明金句卡，啦，八張啦、嗯，就包括呢個摩西領以色列人過紅海嘅古仔啦、嗯，耶穌嘅最後晚餐啦、嗯，升天嗰時頒布呢個大使命啦，同、嗯、埋先知約拿嘅故事等等咁樣啦。咁有咩問題呢？呢幾張咧都幾得意嘅，但係呢個邝伟志牧師。佢睇咗之後咧，佢就拍咗條短片。係，咁其實不點名嘅，係、佢冇開個名。咁但係據我所知，全個香港基督教界會做呢件事咧，係得 full church 嘅啫。OK， 嗱，嗰條影片嘅題又叫做可以用黎明金句惡搞聖經金句嗎？佢裏面咧，佢直情就話啦。咁樣做啊，即係你咁樣去惡搞呢啲咁嘅聖經金句咧，係踩咗線嘅喎、哦，踩線，踩咗線嘅喎、哦，嚇、okay. 啊，亦都咧唔係所有嘅潮流話題咧都可以講噶，啊，你哋咁樣將聖經亂供嚟咧，對信仰冇幫助，對信徒又冇幫助，信徒需要啲乜嘢？教牧係有責任培養噶嘛？如果信徒俾你培育成為啊，中意睇呢啲咁冇內容又空泛嘅潮流嘢咧，咁啊，邝伟志就話呢個唔係一個嘅好嘅方向咁樣。嗯，嗱，咁我哋做人咧要實事求是咁樣嘅。咁首先不如我哋就睇下呢啲嘅黎明金句卡先，好唔好啊？好啊，我都想睇下。嗱，我抽咗幾張嘅。嚇！嗱，第一張嚟緊熒光幕播緊嘅。呢、這個叫做摩西過後冇聽答，都有啲幽默啊，冇乜問題啊。你知唔知佢改編邊一句黎明嘅金句啊？我淨係聽過蘇州過後冇聽答啫。黎明講過坎坷過後有聽答。哦，係啦 ，OK， 係啦 ，Flow 出就改編咗變咗摩西過後冇聽答。唔係，我覺得幾傳神啊！即係等於你過咗紅海之後，你想再過冇噶啦。系咯，一句説話已經講曬成個摩西過紅海嘅故仔，我覺得幾 OK 咁樣。又可以引起人哋對聖經嘅好奇，嗯，有咩大問題呢？係咯，我覺得 OK 喎，真係、嗯。第二張不如你講下啦。好，我朝早唔會空肚食聖餐，咁呢個係 Full Church 嘅金句啦。玩阿黎明嗰句咧就係、是、我朝早唔會空肚食早餐。我覺得係改得好好。嗯。點解呢？黎明講嗰句嘢呢唔係咁多人明白嘅。嗯。除非你係嗰啲日夜顛倒啊，或者工作呢返夜晚朝頭早休息嗰啲啦。係。嗰啲係真係會咁樣嘅。因為佢哋嗰個工作時間顛倒呢、嗯、變咗我哋所理解嘅早餐啊同佢理解嘅早餐就真係唔同咁樣囉。嗯。佢哋真係會食早餐之前食咗另一餐咁樣嘅。食早餐完食嘅另一餐。係啊係啊。咁即係呢個係佢嘅養生啊，你覺得？而普通人即係好似我哋咁樣，唔係做佢哋嗰行啊嘛，咁、嗯、就會覺得你係咪講錯咗啊？打要空肚食早餐㗎啦，點、嗯、會唔空肚食早餐咧？咁我覺得 flow 出嚟講得好好、啊、喎，講真。啊，喂，如果你基督徒啊，翻個教會啊，領個聖餐，咁一定㗎喎、啊。你通常翻教會之前會食咗早餐㗎嘛？
我反而演繹咧呢一句咧，我覺得聖餐就係屬靈意義啦。咁、如果你自己平時都唔讀經、唔研修，盡係想靠嗰個空肚食聖餐嘅時候，幫唔到你嘅噃。哦，你哦，你即係你好靈意解經咯，我覺得。係啊，你跳快咗，係啦、啊。我講翻實際先， okay, 即係實際。如果基督徒通常啊，翻教會之前一定就早餐先翻嘅。係。咁而即係崇拜啊，差唔多臨尾先先領聖餐。咁我哋會明白唔會。空肚食聖餐個意思啦，咁然之後你又再將啲嘢靈異化咗啦。咁我嘅實際經驗咧、啊，我嘅實際經驗就係我下晝先崇拜噶嘛，所以我一定係食咗嘢噶啦。係啦，冇錯。嗱、咁咪明曬咯，基督徒咪明曬咯，成件事真係。嗱，睇埋第三章啦。左手又係肉，手背又係肉，何況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0,000多人。嗯，我岂能不愛惜呢？呢個係改編㗎啦，原來係咩呢？原來都係阿黎明嘅金句喎。黎明嗰個金句，左手又係肉，手背又係肉。手背係肉啊！係啦，冇錯啦。咁、呢句咧就 cross over 咗約拿書4:11啦、即係上帝同約拿講啦。唉，何況者離黎明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0,000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我成日覺得咧，黎明講呢句説話咧，就係、是、為咗 Cosova 約拿書呢句金句。咁緊要？唔係，因為阿黎明本身講錯噶嘛，即係原本嗰句言語點講啊？掌心係肉，掌背係肉。係啦，應該係咁樣噶嘛，但係佢好明顯講錯啦，左手又係肉，手背又係肉咁樣。喂，但唔係喎，你 cross over 埋約拿書呢度咧，係啱啱好喎、何況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係咪啊？哇！即刻已經解決咗啦，係喎，左手右手分辨唔到，咁你就唔好理佢講錯左手唔講右手或者手心手背嗰啲嘢啦，係咪先？反正都分辨唔到啦，係咪啲小朋友啱唔啱啊？係咯，嗰啲叫講啲 BB 嘢應該係。係啊，係、夾得啱啱好喎，我想講。哇！所以其實 flow 出咧，今次個設計咧，我覺得真係好絕核。睇下我哋門徒媒體是其是係咪？真係啦。嗱，因為講到批評陳偉安咧、我諗我哋全香港咧不遺餘力。係啊，我認頭個三格嘅諗定。OK， 你係啦，我認頭三格應該冇乜人有異議啦。講真，但我哋今次係贊喎。其實我睇咗礦木呢個咁嘅影片咧、我第一時間諗，咦？阿陳偉安係咪又搞錯咗啲咩咧？咁於是又激發咗我先去留意呢八張嘅黎明金句卡咁樣嘅。但我睇完呢個黎明金句卡之後咧，我反而發覺，就算以我哋一個咁經常會批評阿粉紅塵嘅人咧，我都唔覺得 Flowchart 今次係有任何錯咯。我覺得阿鄺偉智咧係鬧錯咗咁樣啦。咩第一個道理？呢八張嘅圖裏面咧？你留心睇，有六幅咧，唔係引用聖經嘅金句，純粹係寫翻黎明嘅金句嘅啫。係，即係包括頭先我哋提過摩西過後冇聽到。呢個唔係聖經啦。係咯。你喺聖經邊一章邊一節邊卷書見過有呢句話？係咯。你講啦，礦木，你聖經裏邊邊一卷書邊章邊節見過有呢句説話係改編咗呢句金句啊？冇啊。又或者頭先提過啊，我朝早唔會空肚食聖餐。你舊約新約邊卷書見有一句金句咁樣寫啊？冇啊，冇。Fulcher何來惡搞咗聖經嘅金句咧？冇噃，八句當中有六句，只不過直接係改編咗黎明自己講過説話啊嘛。佢冇改編過聖經講嘅説話啊嘛。而唯一有兩幅係有。真係改編咗聖經嘅啫。頭先啱啱提過咯，左手又係肉，係啦，手背又係肉，嗰張啦。係嗱，咁啊 ，Eric， 你覺得呢幅圖配埋呢一句嘅説話，你有冇覺得貶低咗或者即係侮辱咗聖經或者約拿嘅故仔啊？完全冇咯，同埋我覺得幽默手法，大家。開心啊，其實係好事嚟咯。另外仲有一幅啦，即係呢句就係講緊耶穌喺十客西馬尼祈禱啊，即係求父唔好挪開佢個苦杯嗰樣嘢咁樣啦。跟住話，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 up to you， 因為收埋死崖都不及天父安排。嗱、呢句就真係改編咗句金句嘅、但我都唔覺得呢一度所謂有咩貶低咗啊，惡搞咗聖經或者成個總之基督教啊教會呢一樣嘢咯，
我都唔覺得有呢一個意思喺度咁樣咯。冇錯，我都係唔會覺得有任何不敬啊咁樣嘅成分喺度。因為真係你要以事論事嘅。係。我唔知鄺木究竟有冇睇過呢八張嘅黎明金句卡。佢而家批評 Flowchart 踩線，惡搞聖經嘅金句，將聖經亂咁嚟，變成咗啲潮流嘢，又話對送養冇幫助嘅。對信徒又冇幫助嘅，我覺得佢係完全搞錯咗成個邏輯或者成個概念啦。嗱，根據我嘅認知咧，所謂惡搞聖經咧，即係其實就係話你要扭曲咗佢個意思，嗯，即係簡單嚟講係呢一樣嘢啊嘛，係，即係你可能就係保留佢外表似係一個聖經、嗯、或者似係一個金句，但實際上你將佢成個意思扭曲咗。贬低咗，变成似是而非或者偷换概念，系啦，甚至你耻笑佢嘅或者侮辱佢嘅，咁、嗯、呢个就系我哋认知嘅恶搞圣经咁样啦嘛。系，嗱，我举一个例子啦，几年之前咧，郑中基同埋吴镇宇啦，佢哋曾经就改编咗圣诞歌《Jingle Bell》，嗯，系啦，变成恶人报佳恩，恶人报佳恩，系啦，不如我哋唱一次先啦。好啊，耶稣娶老婆，耶稣娶妾侍，耶稣差我3000元，家下仲未还。嘿，利达利，利达利，认真和味，借借下，利达利，3000变6皮。吓，嗱，咁呢啲就真系恶搞啦，即系佢就保留翻嗰个曲调。但裏面嘅內容，即個詞咧，佢完全係填過曬嘅，仲完全頭先聽到咧比較低俗啲啦，惡作劇啲咁樣啦。咁但係呢度我唔係話要批評啊吳鎮宇或者鄭中基啦，純粹就康康木講翻一個例子，乜嘢叫惡搞咧？嗱呢啲就真係叫做惡搞啦，阿康木你要留意翻啦。咁而家 Flowchart 做嘅嘢係點啊？喂，完全相反喎、啊。嗯，佢唔係話改咗聖經嘅金句，佢純粹係改咗黎明講過嘅嘢啫嘛。係咯。而嗰個 background 或者個故事，全部都仲係講翻聖經嘅嘢嘅。嗯，講翻呢個聖經嘅金句啊，或者嗰個嘅故事背景咁樣。咁呢個就唔係叫惡搞咯，其實成件事調翻轉咁樣咯。即係舉個例咁樣，呢十幾年咧，好多基督教嘅音樂人啊，會將一啲流行曲改咗個詞，將佢變成詩歌咁樣噶嘛。以前可能興張學友，後來就興陳奕迅、Twins， 咁於是咪改曬嗰啲詞咯，將佢變成詩歌咁樣咧。嗯，福音粵曲你有冇聽過啊？聽過啊，係啊，我冇聽過粵曲，但我知道有福音粵曲。係啦，即係將第二女花唔知點樣改到變成基督教噶嘛。係啦，係啦，好得意噶嘛成件事。咁啊，鄺木，你會唔會話呢啲叫做惡搞咗聖經啦？如果呢啲都叫做惡搞咗聖經嘅時候，咁我諗好多人都係有問題㗎咯。你唔會話呢啲係惡搞聖經㗎嘛？而啱啱相反，就因為你改變咗呢啲嘢，用咗個流行曲啊，或者用咗個粵曲嘅曲調，你引起咗微信嘅興趣。嗯，可能有啲微信咧啊，咦，陳奕迅啊，我又聽下先，即係起碼會聽咗先咁樣啦。係啦。咁我問你啊，呢樣嘢點會對信仰冇幫助啊？呢樣嘢點會對信徒冇幫助啊？鬆土喎、啊，呢啲叫做咪啱啱相反啊！其實 Flowchart 做嘅嘢係對信仰有幫助嘅，嗯，對信徒有幫助㗎，即係起碼你能夠引起咗一啲未信嘅，甚至信咗嘅人嘅興趣咁樣咯，嗯，即係可能佢就係對於黎明有興趣嘅啫，跟住你咦黎明金句卡我又睇下先咁樣，然之後咪認識多啲聖經嘅金句或者聖經古仔咁樣咯，係咯，喂啱啱相反啊！Flowchart 做呢樣嘢係有正面嘅幫助㗎，啊，鄺偉志牧師佢最尾嗰個總結，其實我覺得先係最大嗰個問題。係佢最尾嗰個總結係話，信徒需要啲乜嘢，教牧係有責任培養嘅。如果信徒係俾教牧培養成為中意睇呢啲冇內容、好空泛嘅潮流嘢，呢、這個唔係一個好嘅方向。其實呢種論調咧，好70年代或者好80年代啊，仲係停留喺信徒係需要教會啊或者教牧去餵養。總之我俾啲乜嘢你就食咗佢咁樣咯。同而家我哋所認知信徒要自己去學習啊，或者自己有個追求咧，係好唔同嘅呢樣嘢。我覺得啊，鄺偉志咧仲係逗留咗喺幾十年之前嗰種嘅思維咁樣咯。
我就覺得佢充滿歧視咯。充滿歧視啊？因為係啊，因為任何信徒都有吸收能力㗎嘛。嗯，你識字你就會讀聖經，你會祈禱，聖靈就會帶你去了解信仰㗎嘛。嗯，有陣時教牧同信徒之間其實係一種同行嘛。嗯，遇到困難咁咪大家問一問討論下咯，而唔係你餵嘢俾我食㗎嘛，大佬啊。而佢仲覺得教牧係決定埋啲信徒要吸收啲乜嘢，去接收啲咩嘅。一杯嚿屎我食我都食啊！系啦，最大个问题就系咧，宋杨伯川点可能请呢啲人做佢哋嘅作者啊？宋杨伯川由2014年成立开始，你觉得宋杨伯川会刊登或者会去发表一啲乜嘢牧者嘅一啲嘅影片或者作品啦？例如袁天佑牧师啊，马宝龙牧师啊，梁明光牧师啊，呢啲系勇于去面对教会嘅问题嘅，亦都会指出嗰啲所谓即系错误嘅地方，即系我哋会接受宋杨伯川应该系会披露或者发表呢一类型牧者嗰啲嘅信息、影片或者作品等等啦。但我哋唔会期望见到有一个咁保守，甚至连件事基本嗰个理解都错误嘅牧者噶嘛，而邝伟哲边个啊？喂，邝伟哲佢以前是香港短宣中心嘅实习部同埋资源部主任嚟噶嘛，佢一向都系喺一个所谓建制嘅团体里边啊，做短宣嘅，即系我哋好兴讲嘅幸福音咁样啦。佢四年之前就由香港就过咗去澳洲啦。佢講嘅係上年十二月先按牧嘅，佢呢個牧師係一年都冇咁樣噶。而根據佢喺宋養伯川個介紹咧，佢自稱係中間派，我就最驚聽人講話所謂中間派噶啦。阿黃成志都話自己中間派噶，中間咪即係騎牆咯。係啊，馮檢基都話中間派噶。其實中間騙錯，佢哋唔敢話自己建制，跟住扮中間啫嘛。Okay. 即係等於啊，以前仲有區議會選舉啊，好興咧，有啲就話我又唔係民主派，我又唔係建制派，咩我係獨立派，即係類似有啲係咁噶嘛。但實際上嗰啲全部都係建制派扮出嚟咁樣嘅。冇錯。啊，梁美芬以前都話自己係呢個獨立噶，你唔記得咗咩？啱啱佢都成都話自己獨立噶啦，佢自己都係係啊。所以我最驚人講話自己係呢個嘅中間派㗎啦。另外啊，呢、這個邝伟哲咧，佢前嗰排接受呢個沈旭輝訪問㗎嘛。沈旭輝，沈旭輝一個好著名嘅所謂國際學者啊。佢而家喺呢個澳洲播道會靈福堂嗰度牧會嘅。係。佢承認自己喺教會裏面咧，講壇從來就唔會講政治嘅。點解呢？佢就話因為教會咧嘅會眾咧都有啲唔同嘅政治立場嘅，咁啊而呢個嘅講道咧得嗰半個鐘頭幾十分鐘，咁唔係咁能夠好詳細講曬成件事咯，一陣間講得唔好就引起爭議就唔好咁樣啦。咁呢一類型嘅牧者，我想問下同今時今日香港建制啊保守嘅牧者有咩分別呢？同我哋知道幾百個、幾千個呢啲咁嘅教牧係完全冇分別㗎喎、哦。而你宋養伯川就揾呢啲人，甚至乎啊，阿邝伟哲佢今年二月開咗一個 YouTube 嘅頻道，係佢發布咗155條嘅影片，嚇154條都同政治冇關係嘅。是不會批判一些而家香港發生緊啊一些政治嘅事件，是唯一一條是有講過嘅啫。嗰條就係同呢個《蘋果日報》即係被結業有關。但嗰條影片佢都唔係講《蘋果日報》被結業，佢係介紹兩套影片嘅啫。然之後佢話大家聽完佢講之後，咁大家就領略下究竟佢講嘅信息啦。邝伟哲就係一個咁嘅人咯。而你宋杨伯川就邀請佢做作者，冇嘢啊嘛！你不如邀請蔡志森啊，蔡志森講政治仲講得多啦。佢前嗰排啊講呢個政府去壓制呢個傳媒嘅新聞自由啊，都講得直接啲啦，講得多過呢個邝伟哲啦。可能遲啲會邀請嘅梁煙成都未定喎。邀請蔡志森先啊，我覺得邀請咗蔡志森，試下個再之後先梁煙成係啦，冇錯啦，應該係咁樣。而宋日伯川今時今日竟然會邀請邝伟哲呢啲咁嘅做呢個作者，你同我講宋養伯川冇改變過，冇變過質，我就真係唔信啦。呢個只係第一樣嘢啫。第二樣嘢就講翻佢嘅創辦人張國棟自己本身，因為喺上個禮拜一嘅時候，佢就係發表咗篇嘅文章，
商業世界裏的矛盾課題啊！我看了之後，我真的把幾火。其實他整篇文章只是想講一樣嘢嘅啫，就係話香港人啊，政治上面唔好咁二元對立啊，唔好咁所謂非此則彼啊，唔好咁有你就冇我啊，更加唔好妖魔化你嗰個嘅對手啊！喺一點同一點之間咧，中間係有好多嘅空位嘅。佢就係想講呢一樣嘢，呢樣嘢本身已經唔係我哋所認識宋楊伯川會講嘅嘢啦。而最離譜就係張國棟點樣去論證呢一樣嘢咧？佢篇文章差唔多成3000字，佢用2300字去講一樣嘢，就喺呢個商業世界上面，佢舉咗一啲實際嘅例子去證明，其實喺個資本主義同埋呢個共產主義之間咧，唔係二元對立嘅。你唔能夠揀 A 咧，就等於排斥咗 B。喺中間係有好多空位嘅，係啦。佢就用咗成2300字嘅篇幅去論述呢一樣嘢。然之後話風一轉，喺最尾嘅總結部分，突然之間就話喺政治上面有時候咧，都會有人咧中意製造呢啲嘅二元對立噶喎。佢忽視咗因時制宜嘅重要性喎，所以咧就提醒香港人或者美國人，千祈就唔好二元對立，唔好將對方就妖魔化，否則咧呢啲咁嘅思考態度啊，就會將基本事實理解得非常之扭曲咁樣啦。我首先要問一樣嘢就係話咧，你前面所講嘅嘢同後面講嘢究竟有咩嘅關係咁樣咧？我當你在商業世界所證明的一樣嘢，所謂非此則彼啊，不要二元對立，正確啦 ，OK？ 咁同後面你所講政治上面嗰樣嘢有乜嘢關係咁樣啦？喂，商業上面你證明咗嘅嘢，點解政治上面就一定會係咁樣去應用咁樣咧？佢係完全冇解釋嘅，完全冇轉折嘅，完全冇分析嘅，就咁跳咗去個結論。呢一種咁跳躍嘅思考啊，或者敘述方式咧，其實咧，我第一個感覺，我覺得我以前睇過嘅，我識有一個人係咁樣諗嘢嘅，但我又噏唔到個名字，直到尋晚咧，啊，我靈機一觸，我終於諗到係邊個人中意咁樣去敘述一件事咧？邊個啊？錫安教會嘅梁日華牧師啊！哇！佢好中意咁樣嘅，係跳躍式去將 A 一跳就跳到 B 咁樣啦。嗱，我試下演繹下啦。好啊！嗱，佢咧呢篇嘢咧就喺2019年發表嘅。佢就嘗試去話俾啲信徒聽，其實佢梁日華、錫安教會同埋香港啊，係有一種好奇妙、密不可分嘅關係咁樣啦。佢點樣去？論證呢 ,2019 年啱啱呢就係、是、香港主權搖街22年啦嘛 ,22 年。而梁日華牧師就係、是、喺1962年出生。嗱我哋而家試下將1962加22係幾多啊 ?1962 加 22,1984 啊 ,1984 係乜嘢啊 ?1984 就係中英簽署呢個聯合聲明啦、啊。同時又係梁日華牧師創立咗錫安教會同一年啊！哇，你個覺得好奇妙啊？點會咁啱噶？冇可能咁啱噶噃！嗱，22呢個數字咪直指佢梁日華咯，又直指錫安教會同埋香港咯。咁三者咪有關係咯？係咪啊？喂，呢種咁跳躍嘅方式，我就只係曾經喺梁日華同埋錫安教會身上見過嘅啫。除此之外，而家我就喺張國棟身上見到啦。我諗到另外一個，誒，你老兩講邊個啊？就係嗰個777啊，聖經密碼。哦，6110靈堂。係啊，張一蓮牧師。係啊，哇，原來佢哋係一類嘅。哎呀，原來咁樣嘅，真係 啊！所以完全冇邏輯可言，點解咧？有咩關係咧？喺商業世界成立嘅嘢，點解同樣政治世界又會係成立咧？張國棟完全冇解釋，呢個係講唔通嘅。但係就算我退一步啊，我真係退一步，真係喺政治上面咧，有時候都會存在一啲所謂二元對立嗰個問題咁樣啦。但都唔會係所有事件都係噶嘛。尤其是喺今時今日香港嘅社會裏面，我哋經歷過或者我哋所認知嘅嘢，嗰啲邊度叫做二元對立啫？
嗰啲係好明顯有一個所謂是非對錯存在當中㗎啦。七二一你會唔會話我哋議員對立咗啊？七二一會唔會啊？唔會。我哋妖魔化咗何君堯，我哋妖魔化咗啲白衣人，其實佢哋有苦衷嘅，佢都係含冤嘅。你做乜逼我打你啊？係啦，冇錯啦。哇，Harry， 你行喺我前面。我撞到你是合理的喎，你點解要行喺我前面啊？係啦，我哋係咪應該咁樣咧去理解七二一呢件事咧？甚至乎好似喂新屋靚嗰啲啦，新屋靚點咧？你生得咁靚就咩咧？係啦，靚唔緊要，仲要身材好喎、啊。係啦，所以錯係你。你又唔帶病套俾我，你只大套嘛，應該俾我啊嘛。係咯，我哋係咪應該喺中間揾一點咧？話張國棟話齋，唔好咁對立，妖魔化對方咧，應該。阿張國棟雖然你長期都住喺美國啊，但你自己本身都係嚟自香港啊嘛，甚至乎2019年6月你都翻過香港噶嘛，我哋上集講過去搞個講座噶嘛，當時就啱啱係爆發呢個反修例啊嘛，咁就算你長期唔喺香港，咁你喺互聯網或者你好多送養八村嘅作者，好多嘅朋友佢哋喺香港都會話俾你聽香港發生咗啲咩啦，而你竟然仲話唔好議員對立。你會批評香港人呢啲係妖魔化咗對方？如果七年之前宋若八村創辦係會講呢啲嘢，或者揾抗偉志呢啲牧者做作者嘅，我哋會唔會去睇宋若八村啦？我諗我唔會睇宋若八村，我寧願睇其他好過。宋若八村嘅作者雖然係嚟自五湖四海啦，即係大家嗰個背景都係唔同咁樣啦。我哋都應該有認同一點，就話其實宋若八村本身係有一個所謂共通點嘅，即係無論佢作者寫啲乜，佢揾啲咩作者，佢有一個共通點就話佢哋都係勇於承認教會或者勇於承認社會有不足、有一啲錯誤嘅地方，佢哋勇於去面對、去討論、去分析。咁當然佢哋嘅立場未必完全一樣嘅，同一件事裏面有唔同嘅睇法嘅，但係大家一定會喺條咁嘅拉咁樣咯。舉個例咁去講幸福音，你唔會揾到一個送養八村嘅作者同你講就係話。唉，點都好啦，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傳福音㗎嘛。福音聖會雖然就使咗幾千萬，但都係值得嘅。你唔會揾到一個送養八村嘅作者有一個咁嘅立場㗎嘛。即係甚至乎啊，喺2019年嗰個反修例事件裏面，你亦都冇可能喺送養八村揾到一個作者，佢哋會覺得咁其實咧嗰啲黑暴就唔啱，點解唔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去面對咧？即係政府都肯讓步咯，你哋就即係唔好成日搞破壞。即係你唔會期望喺送養八村裏面見到有一篇文章或者有一段影片係咁樣講噶嘛？因為我哋會知道大概送養八村佢哋嘅作者群，佢哋嘅諗法，佢哋有對於一啲事有某啲共同嘅立場，而呢個就係我哋所理解宋若八村嗰個定位同埋最有價值。點解我哋會睇宋若八村唔睇時代論壇嗰個嘅原因喺度啊嘛？我真係希望所有宋若八村嘅作者或者讀者都要承認一樣嘢，就係話今日2021年我哋所睇到嘅宋若八村。同大家七年前所認識嘅已經係完全唔同啦，已經係變咗噶啦。喺七年前，張國棟唔會同你講話，我哋唔好咁二元對立啦，我哋唔好妖魔化咗我哋嘅對手啊，我哋唔好有你冇我啊，非此則彼啊，唔會噶。七年之前唔會講呢啲嘢噶，亦都七年之前啊，唔會揾一個所謂抗偉志咁嘅一啲嘅牧者啊，同你講話。千祈唔好觸碰紅線咯！而家嘅宋若八村係真真正正完全去變咗咁樣咯。咁、所以咧，講翻上個禮拜嗰集、Reorder Church 嘅 Holly 傳道，阿張國棟同佢解釋，因為呢個風格不合，所以咧就踢走咗佢。阿 Holly 傳道係非常之唔滿意，佢話：我由始到終都係咁樣，我從來冇變過，點解以前就合？而家就唔合咧，張國棟就話俾你聽，係你冇變過，係我變啫。哇！咪所以就風格不合，只不過係佢嘅風格唔合理啫，因為佢自己變咗。係啦，我變咗，你冇變。所以就風格不合，就替你走咁樣啦。係咯。喂，所以真係喺度最後真係要呼籲啦，各位送養八村嘅作者同埋讀者。
今日嘅信仰八村，其實如果你同我比喻咧，佢係仲差過時代論壇嘅。哇！佢同風新聞應該冇乜分別嘅啦，嗰、那個 level 跌到去，都係嗰條線咁樣嘅啦。如果你繼續寫啲嘅文章，繼續發表啲嘅影片喺信仰八村嘅時候咧，其他人就會覺得你同張國棟係一夥咯，大家就會覺得其實你都係張國棟嗰個嘅集團咯。咁所以你真係要去清楚，唔好再繼續投稿喺信仰八村嗰度啦。轉場啦，係時候真係要轉場㗎啦。咁呢個就係我兩集總結翻點解信仰八村會走到今時今日衰亡嗰個嘅結論咯。咁好啦，咁啊今集就差唔多啦。最後有啲呼籲哦。好，我哋首先要多謝一啲人先啦。多謝阿力寇張啦、David Lam、Lee PK 同埋 Roger Tang 嘅。嘅貨金，我哋上集咧咪講過要籌款找數啊，因為我哋申請呢個慈善團體個註冊顧問費咧，咁就多謝大家，我哋終於籌足夠啦！多謝多謝，真係多謝大家啦！好，7月31日咧，夜晚7点，我哋門徒小隊就會出隊去探訪我哋嘅街友嘅，我哋亦都要招募剪片啦，亦都希望咧。可以借到一個地方去俾我哋錄音啦。如果有一個獨立嘅空間俾我哋禮拜五可以去做錄音嘅，咁就請聯絡我哋啦。最後我哋嚟個結束祈禱啦嚇。親愛嘅阿爸天父，我哋喺呢一個世代裏面咧，非常之需要你嘅同在。喺呢個世代裏面，就如聖經講，有好多披住各種各樣外表嘅人嚟到。他们好像是奉主的名去行这个大能甚至乎歧视，但是他们这些都是有惑主的样去堕落的。主啊，我们愿到你的国降临，我们求你的圣灵降临在每一个爱你的人的身上，给我们有辨别的能力，也都求你继续去使用我们呢，去作为这个黑暗时代的光，去给我们门徒媒体去敲响这个警醒的钟。主啊，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请大家继续支持门徒媒体，透过 PayMe、PayPal、转数快或者八达通银包，货金给我们。